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rue Yoga 教老师。今天要针对脸部的部分教大家几个脸部的动作，修饰我们的脸部之外，让大家脸越来越小喽。长颈鹿，脖子前侧的伸展。玛丽莲梦露。O 型嘴，以上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瘦我们的小脸。老师，那个刚刚那最后一个动作怎么做？嘴巴张开，张到最大啊，然后哦，然后上唇包牙齿。嘴要凹进去哦，对，然后把你的再把你的眼睛往上开，好了，可以。不是，我觉得老师你怎么会？我脸上好痛，很酸哦，很有感觉吧？